象征的戳破交通部长还有铁路局长杜威说“公司化等于安全”的谎言。说铁路改革首重安全，却只有公司化，公司化的条例只有要释放我们的资产出去而已。工会不是反对公司化，工会也不是反对改革，工会是最想要台铁安全的人，对不对？对。我们希望铁路的员工还有我们的旅客的命都是在这个铁路的安全上建筑的。那当时我们提出台铁的安全制度必须比照航空业的标准，那现在呢，台铁宣称已经完成建置 SMS 的安全管理系统，但这个东西呢，不但没有第一线的基层参与，而且呢还流于形式，要基层做一大堆的书面文件，那上级呢再来去稽查检查，就检查这些文件而已，那这样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处理现场对安全的疑虑。那政府呢？现在不断的宣称安全改革都是进行式，还认为啊台铁是末梢神经没有打通。那这个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规章制度呢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都是台铁基层员工。那实际上台铁是缺人缺料，根本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基层对政府这样的说法实在是无言以对。啊，没有基层参与的制度，没有重视基层对于安全的需求，这种改革方式就是假的改革。我们想问。如果当基层碰到问题向上反映不能解决，等到发生事故之后又要基层自己担主管升官，大同学这样合理吗？不合理。我们写信给蔡总统的结果就是被踢皮球，总统府移文行政院，再推给交通部，再交给台铁局，台铁局回复产工安全诉求的结果就是都说有做好了，但如果真的有做好，为什么事情大小事故不断呢？对于普悠玛家属的诉求也是不闻不问，请蔡总统听见基层铁路人以及事故罹难者家属的心声，我们真的不希望再有下一个牺牲者了。啊，具体内容是我们认为教育训练要标准化，设备改善也要及时，安全管理要优化，还有监理机制防黑箱，也就是台铁现在的监理单位是谁？是交通部，是铁道局，完全没有一个外部单位。甚至连运安会里面都有很多交通部或者是与交通部友好的学者专家在参与，那请问这样的监理机制是会安全吗？当然不会，所以我们认为说一定要有个外部监理单位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提升待遇，我们要求薪资要比照交通事业邮政转调人员资位待遇表，也就是比照邮政人员，因为台铁基层是目前交通部辖下最低的薪资，我们认为说你留住人才需要提高待遇。大家知道现在台铁人员最低的待遇是多少吗？也就是这三年来招考的营运人员是只有24-25K 的薪资水准，未来公司化之后就是继续禁用这些低薪的营运人员来取代现在的正职特考人员。请问24-25K 的薪资水准要怎么做得下去？要怎么让台铁能够更安全？再来第三个就是同工同酬，也就是现职营运人员的待遇应该要资位人员的水准要拉齐平，现在的资位人员的薪资大概是32000块左右，那营运人员也相差了大概快8000块，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差距应该要拉低，能够让营运人员能够继续的愿意留在台铁。第四个就是劳动条件，也就是台铁的现有班制如果有变更的话，应该要跟工会协商。台铁之前一直想要推的是4轮3班，也就是片面的跟动劳工的
我们现在的三班制。那我们三班制是经由台铁产业工会努力争取而来，改成现在的新三班制。那台铁局一直想要把它改成四轮三班，它的目的就是想要减少加班费，减少人事支出。所以我们认为说，你如果要改动这些，那就要跟工会协商。再来第五个就是永续经营，我们认为说应该让本会参与资产的分配，还有财务的评估会议。我们要留下资产，减低负债。那这个部分其实跟台铁企业工会诉求很大部分的类似。第六个是认为产业民主，我认为说你要让台铁产业工会参与营运管理的会议，也就是未来很多台铁的营运管理的会议里面，你要让工会的成员参加，而不是台铁局自己说了算。好，我们到前面放下，我们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的追思跟祈福，让我们的蔡总统知道，铁路的基层员工今天并不是反对改革，我们是最希望有生改革的部分。好，谢谢李总统，非常远的地方，好，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的是我们的。